就在昨天的晚上，因为新娘家呀，要按照他们农村的习俗行一个上头礼，是需要男方家买从头到脚的全套的衣服鞋，就因为内衣啊，说是买小不合适。接下来呢，新娘的父母据说是大发雷霆，说今天不让接亲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新娘的妈妈，我就是今天我在这里，我想澄清我女儿的这件内衣的事情，我想把她说清楚，因为他们家买这件内衣，说这是他们家妈妈亲自要买的，是他们的风水习惯，说是要跟女方家买过，也不是在说是我家女儿自己不买这个内衣，因为他们买这个内衣就不是在澄清给我们家买的这个内衣，你们看这个内衣质量。还有大小，这个根本就是一个初中生能穿的话，包括我们认识多岁的姑娘，根本是穿不了这么一件内衣的。这个内衣在这里，你看大家都看看，这个都是最小的号，这个是最小的。这种一年就一年说，我们农村来说哈，这个就是不能包容我们家人，就是任何事情都没有让我们家人走进他们家的这种想法，就是故意诋毁我们这种，伤我们的心嘛，就是一点包容态度都没得的那种。我在这儿呢，我为我家女儿澄清了哈，这种事情呢，我也希望你们在网络上面不要攻击我女儿了，我女儿身心已经受到了很大的伤害。